手自针是敬老根据脏腑辩证主方配穴，主要用来治疗弱智儿童多动症以及癫痫、失眠等一类跟神的异常有关的一组穴位。它由内关、神门、劳宫三个穴位组成。第一个穴位是内关穴，内关穴在前臂掌侧，腕掌侧远端横纹上两寸，在桡侧腕屈肌腱和掌长肌腱之间。第二个穴位是神门穴，神门也在腕部，腕掌侧远端横纹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中。第三个穴位是劳宫穴，劳宫穴在手掌心第三掌指关节近端，当第二第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的地方。当屈指微握拳的时候，中指尖端所对的地方就是劳宫穴。中医认为心藏神，神志异常的疾病都与心的功能失常有联系。内关、劳宫是心包的穴位，心包带心受邪，神门是心经的元穴，五脏有疾取其源，所以这三个穴位都是治疗神志病的要穴。三者组合能发挥养心、宁心、安神的协同作用。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精神发育迟滞、儿童多动症、癫痫和失眠等病症，当然也可以用来治疗手腕、手掌麻痹或活动障碍。手心发热、心烦不宁、神经衰弱等病症。手自针的针刺操作要领及注意事项。手自针的取穴和针刺一定要准确，劳宫穴可以直刺一寸左右，神门穴可以用一寸毫针直刺 0.5 寸左右，一定要针稳针牢。针内关穴的时候要摆正手腕，让它处于一种自然的体位，这样才能从两经之间准确的刺中穴位。另外在治疗上肢感觉和运动障碍的时候，可以配合手三针一起使用。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